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。
复原，我们的基础，愿你的名受喜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。我想说，现在很热心啊！
天。尽量少有路灯的，尽量少有路灯。是否收到？Thank you.
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你在父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啊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门。
请你牵连我们去呼吸。
庆祝，没关系，不圣殿，请用掌声欢迎一下新郎。圣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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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圣
主教在高雄160周年玫瑰圣母圣殿主教座堂160周年主保堂庆圣体降服礼即将开始。
Thank you.
九点钟到晚上九点钟了哈。啊，我们都奉献给天主，160年才一次，我们碰到了，所以我们无怨无悔。为了天主，光荣天主，我能做的我们就做。那今天有不少的年轻人，有福气的，有礼参与礼仪的，还有我们年长的，年轻的，通通有，这是我们的教会。有推着婴儿车的也有，真的感谢天主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的修士们修不到我的这些我们的年轻人，他们只是火化骨边的十字架，很累，走那么长的路，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就走得很累的，他火化骨边真的是超重的，所以谢谢他们。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心愿，真的感谢天主，也谢谢大家。也祈求玫瑰之后，圣母玛利亚为我们转求天主，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归光我们天主。也谢谢我们的骑士爵士们，从南到北，他们也这个不远百里而来南下参加盛会，特别谢谢我们领导班的骑士爵士们。还有其他的不同教区的弟兄姐妹，真的谢谢你们，求天主默默的赏报大家。愿你们时时处处